们现行是在这个白鹿原上啊，就是陈忠实先生的这个小楼里边发生的这个地方。钱小娥和黑娃的故事就在这原上，真吓人，太棒了。180米后绕环岛直行。又到咱第一站牧村了啊！这个味道就特别蓝田，你知道吧？我一闻见这个味儿，我就觉着哇，蓝田到了。我小时候老来蓝田玩的。哇、哦，这感觉太好了！就是我特别喜欢蓝田乡村，就是县城，特别有感觉，特别市井，特别生活。今天来的这个地方是蓝田的孟村，这个孟村有一个东西特别厉害。就是后边这个油糕开了30多年了，在孟村算是最有名的鸭店。走，咱去买几个，然后中午去蓝田县叠面。走，咱是猜字油还是啥？猜字油吗？猜字油，这咋买呢？一块一个，给你来个10个。咱这开多长时间了？30多年老店。比你还大。那比我年龄确实大。你看我有多大？猜哈，20来岁，都20来岁，人家说对了呢，对，20来岁，小伙子，孟村都你我这有名，都知道这儿。看来那茂盛酒店，各位，这老板特别厉害，从一个小门面、一个小摊儿，搞成这么大规模的一个酒店。我特别想知道这一个扯面怎么能被评成中国名点，你知道吧？咱一会儿看一下这茂盛扯面到底有多厉害，到底凭啥能评中国名点。但是老板真的特别厉害，这段子啊，我认识他啊，我认识他，但人家不认识我，你知道吧？这老板是个说段子，姓段啊，也会说段子，特别逗这个人。从一个小摊，你看做这么一栋大楼，30多年，太厉害了！来蓝田这是必吃的啊，喝活了，来吃着吃着，美的很。先尝一口，荞面，明确的可以告诉各位，蓝田这活了。比我在临潼自带还好吃，那个荞面味特别浓郁。哇，这口吃太大，把我噎住了。我真好吃，它这是黄芥末。哎呀，香香香！把西安的卖活的苗连边都没有。喝了的口感一定得是这种，吃到嘴里，其实它的口感不是特别顺滑，比较粗糙。这是荞面的特点。如果呢，你吃这荞面特别弹牙的话，这是有问题，不对。要有粗粮的口感。对，要粗粮的口感，不能 Q 弹。蓝田的水，它就适合做河洛。大源，大河的源头在这儿。这东西降血脂，多吃河洛很健康。是啊，喝点水就行。加一个，这是蓝田的粉蒸肉。你看这肉比馍都多，这吃的才过瘾。这是 Chinese burger， 是。就这家店来对了，我以为装修这么好的店东西不会好吃，我有这种偏见，就是说装修好的店都不好吃。但他们家这还不错。把这粉蒸肉，尤其这肥肉，香的很。这个能吃10个。真是想谢你的，没人给你。这比汉堡可好吃多了。嗯，我想跟老板学一下这粉蒸的方子，各位，这粉蒸绝对比我家做的好吃。我妈过年老做这个，这肉底下放的是红苕，你看这啥？他们家是纯肉的，很实在。对，面来了，我的妈呀，这面才来了，三合一，油泼，就是那油泼，太美了，不挨着，
这个是这家老板起家的东西。他们家为啥叫茂盛酒店呢？就是因为这扯面来的，知道吧？就一个卖面的玩成大酒店，你说这得多厉害？这面扯的看确实可以。我点了他们家一个油泼，就是你玩扯面，你这油泼必须得做好，你知道吗？油泼再搞不好，你搞别的什么西红柿、什么三合一，那都是扯。一个面馆好不好，就是看油泼。中规中矩，啊，没有很惊艳。这油泼面不就这样子吗？10块钱的油泼面，那就是个油，就是个蒜，来点豆芽，葱花来一点，你要吃出什么味儿？只要是加糖的味就行了。缺少一个零食。家人你好，大蒜，给我来拿上一片子。再没这东西，你敢说你吃面？吃仨都不能少吃。各位刚看见我吃的所有的东西，其实都是前戏，现在才是正餐。对于个老陕来说，你这一顿饭没吃面，你都不要叫吃饭了。离不开碳水，离不了。我倒觉得他家面没啥经典的。你个菜做的多好，是这个，就是蓝田烧三鲜，对呀，这三鲜做的啊，这卖相不是很好，但是真的啊，特别有蓝田的风味，你一吃就是蓝田那个味道，香味俱全。目前来说，我在西安没有吃到比他们家是这么有风味、有味道的三鲜，尤其是豆腐，用的是蓝田特色的锅烧豆腐。能吃出那种苦味，刚才咱摄影师说人家这是机器的，其实这是手工拉出来扯出来的面，弄得特别齐整，特别规矩，就跟机器做出来一样，这真的是手工的，这没问题。这面味道一般，我推荐大家直接过来就是啥，点他们家小吃，什么活络、粉蒸肉、梅菜扣肉、三鲜，这些东西都没问题，都好，看端着，还是这过瘾。最后再来一个油糕，饭后甜点。今儿这个碳水绝对超标了，我跟你说，这刚才在孟村买的，我们跟取了个经一样，为了买这油糕，真是。358万。各位，路过这家油糕可以买一下，完全不用特意去买。这种小吃特别火的那店，大概率都是被炒作出来的。这油糕并没有什么惊艳的地方，这大油糕也是蓝田特色，知道吧？每一家做的都不会差。啊，今儿个消费177块，吃的饱饱的，特别撑。他家这个价钱是相当合理的，你看，油泼面10块一碗，西红柿鸡蛋面也10块，但是我说实话，他们家菜比面好吃。来这茂林小吃吃菜就行了。这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？叫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玉暖日生烟。看没，蓝田玉啊，来个蓝田不能光吃，还有啥呢？得买点玉啊。走，这咋我一来门都关了。逛一下逛一下，这一条街过去全部都卖玉石的。这是貔貅，中国四大名玉，蓝田玉，知道吧？考考你们，中国四大名玉哪四大名玉知道不？那这蓝田玉，这又养上千年了吧？那咱唐诗里头讲的就是蓝田玉嘛，啊，这些菜不完，这是蓝田特色，蓝田玉枕头，俺奶那会儿就真的是这，咱这一个多少钱？50块，哎，这可以，这闹一个，夏天枕着舒服的。你说这这么大一块，这大真便宜呢啊！我刚才说了，我师傅说这能卖吗？对啊，师傅卖就50块，50闹一个，就拿这，看吗？哎，价格实惠还不贵，这夏天真的美得很。
啊，蓝田玉枕头，这么大一块玉做个枕头，是的，感觉咱待不了这，咱怎么拿吧？啊，宋小龙，再见啊！坐坐坐，这叫啥名字？弄玉堂，弄一块玉，来了就弄一块玉，走。开外了。